我们现在要进行一项大任务，就是帮狗刷牙。我买了一个狗牙刷，那我们马上来帮狗刷牙吧。不知道要用哪一个，这是手指套，可以这样套在这里面，这样帮它撸撸撸撸撸。不知道用哪一种比较好啊？它这是小型犬，我家吉娃娃，用这一头好像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，试试看好了。应该不用沾水吧，因为这是牛肉口味的牙膏，牛肉口味的牙膏，试试看。闻闻看，牛肉口味的牙膏，闻得我都想吃掉这条牙膏了。来，宝宝来刷牙，宝宝，宝宝来刷牙，宝宝，来，我们来刷牙，来，宝宝闻闻一下，闻一下。宝宝要掉下去了，宝宝来，我们来刷牙，来，闻，喜欢吗？我们来刷牙，牙齿健康很重要哦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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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宝宝，我们来刷牙，来，来，来。来，先给你吃一点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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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宝宝刷牙。来，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乱动。来，来，宝宝躺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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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躺着啦。来，我们来刷牙。来，来，刷牙，刷牙。刷牙，哎，宝宝，宝宝刷牙，怎么一直只刷到同一个地方？宝宝来，来刷牙，来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宝宝，宝宝不要动。等一下，口气清新，口气清新。哎，只刷到一点点，完全没办法刷。来，宝宝，再来，再来。只能刷到下排，不要动，宝宝，宝宝，你的牙齿好臭，宝宝。怎么了？很乖。
只能刷到外侧，因为，太，你弄痛它了。来，宝宝，刷牙，再一次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来，张开，你牙齿好黑哦。宝宝。然后换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，换另外一边。等一下，帮你再挤一点。好，换另外一边，换另外一边。哇，很严重啊，牙齿很黄哎。宝宝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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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各位看，他的牙齿非常的黄啊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得到？非常的黄。我要帮他刷一下，有好一点。好，就这样，乖，宝宝乖。好，你可以下去了。好，宝宝乖，宝宝，来，宝宝来，宝宝来。乖，好棒啊！好黏哦，这都是牛肉口味的牙膏，就这样，我们下次见。